好，我们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来我乡亲时代，大家好。咱即马继续甲吴国安老师共同过来探讨着这个台语的这个，是有影台语的这个学问咯，万底真惊嘞。若无老师安尼在讲吼，咱拢唔知啊，够足济吼。做台语的吼，拢家己想家己对啦，啊，拢无去承认讲家己的迄落有限性。你看卖四百多年前，人都用咱这种的话啊，即马过达恁硬拗讲哦，这就是伫中国安怎传过来了，近期才用这落、個。我咧想讲，住喺深山尾溜，有的人讲伫遐住几啊百年啊，人几啊百年，人伊都讲这落话啊，恁硬要讲这个话是台语是为中国来的，足奇怪的吼。啊，咱即马咱阁继续来讲这个叫。音韵的变化，咱有讲了这个台语的有偌济音素，偌济音节，这咱拢讲了哦。啊不过啊，咱也有讲台语是一个真优美啊，真好学，发音真好学诶语言。不过这是就迄个发音，因为伊发音吼无迄个根基啦吼，啊是讲。其他无感到能就对啦，无自然的这个这个音，拢袂是清音较济安尼吼，所以台语是较好发音，较好讲。不过台语有一项物件，比起中文来讲啊，也是较费的代志。这个代志真重要，这个代这即摆咱要讲的这吼，是这个台语大字典上册，人日本时代人就研究啊，非常清清楚楚。啊，唔知是安怎，咱到今日为止啊，咱在家咧做台语运动，或者讲台语建设的人吼，我冇听人讲起这代志。人凡说唔捌看过迄本册，啊，有个人是，亲像我是看无。对啦，迄日本字吼，有些看无啦。只要是外国字，我都有些看无。但是你若做一个有想要深入研究的人吼，你都一定爱去考虑。讲看无嘛，就爱叫人家你翻译给你看。爱去学习啦。对啊，啊，即摆这个代志其实足简单，这个代志，不管英文哦、外语这话，拢总有这款现象。有这个这。咱在讲音韵变化吼，有拢有这款现象，都是中文无，搁中文讲无伊嘛有啊，伊有一个儿啊哈，一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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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儿甲头前合的，或者点啊，哈，一点啊，哈，有中文有这股变化，哦，像这股变化，咱就台语的这个做音韵变化哦。较济，大概用变化较济，吼、大概有六款情形，六款情形，台语这个音会变去，会变去，吼、哦。第一个情形吼，第一情形就是讲是连读，有一个单语后边呐，一个助词来个合作一个单语的时阵，来个合起来变成单一个新的单语的时阵，吼、哦。会变化，好、哦，这也变化。啊，第二个就是这个拼音那个后边，甲拼音结合的时阵吼，还、啊、是甲进行结合的时阵，迄音会变去，这音会变去。好、哦，啊，过来是这个字气音，哈、哦，这个字气音，这个一杂化，这个会变。哦，变无吼，无吼，做个门吼门爱变去吼、哦，啊，过来有一个贴音，贴音那是两句同款啊，日吼、哦、啊，好吼，红记记，啊，红记记，这个这贴音哦，贴音爱变去，哦，啊，过来上迄个就是讲江转音，会对变，哦，江转音会对变。尖转音的对变，这个名称是咱家写较少来用的。咱无咱在咱的立场，咱无认定讲这是叫做尖转音。不过这是这样的变化，有这样的变化。好、哦，啊，恁即摆先来讲第一个就是讲哦，连读音的变化，就是讲一个单语后边那有一个助词来介结合。变成一个新的单语的时阵，伊会变化。哦，
这个问题吼，亲像讲，亲像讲吼，银啦，银，吼，那个银啊，咪讲讲马，好马，爱讲狗，狗后边加一个啊，好狗啊，啊变狗啊，吼安尼，这马啊，这变化，哦，啊这这个真重要的代志就是讲。因为安尼主张用汉语写的时阵吼，相当麻烦，相当麻烦。哦，咱即即卖一行一行来讲，啊，一行一行来讲，就是讲，那地是 A， 迄个房啊，哈哈哈哈哈，地址 A， 好，地址 A 后边，地址 A， 好，地址 A 后边 ，A R， 啊 ，A R， 啊 ，R 就是这里，哦 ，A R， 好 ，A R 是也变作 Y， 你这里 R。会变作呀，会变哎呀，哦，等第一个嘞，马，马是马 ，A 马，吼，马 A 马马，马后边加一个啊，马啊，一边马啊，马啊，马啊，狗啊，好，一边马啊，好，一边马啊，嗯，好，啊，所以马啊，你啊写一个马，写一个啊，闽江啊，读作马啊。可能有法度，可能勉强有法度。好、哦，啊，过来第二个就是讲，第二个的落地啊，落地，落地，落地，的落地后边的 A， 的 A， 落地啊，啊后边加一个 R， 啊落地啊，好、哦，不是不落地啊，是落地啊，不是落地啊。不是落地啊，是落地啊，落地啊，遐是轻轻声，是落地啊，遐你较模糊啊呢。有一个 A， 有一个 E 造出来，一呀呀造出来。落地啊，落地啊，哈。啊，过来哦，譬如咱常常咧讲的吼，啊，尿白啊，尿白，尿白，哎，尿白，哈，啊，尿白后边加一个 R， 是不尿白啊？哦，了白啊！哦，有这款的，啊，这款的，即摆你讲这个一，一这个结构音一造出来，一啊啊变一啊，这一啊这一的这个结构音造出来是准的吼。啊，咱来用，譬如用汉语也是讲写白啊咯，落地啊咯，了白啊咯，可能在这个程度，在这款变音的程度，哦，应该读出来是不要紧，但是。有一寡就是较有问题，有一寡较有问题，哦，这是第一种的变化，哦，第一种变化，哦，啊，过来咧有一个第二个咧，哦，第二种的变化，就是讲第一，这个单字的上尾啊句，迄句迄个音那是一，哦，结束音那是一，这个音，你这里，啊。那是一，这个一，那是一的时阵，那后边接一个啊，做数啊，的时阵啊，一原来会变做呀，原来会变做呀，跟这电源同款，原来会变做呀，哦，原来变做呀，这个一的，第一的就是滴，滴，猪啊，猪，滴啊滴，哈，滴，滴就是。一哦，就是 D， 就是一，伊个缩音不是一，哦，伊个缩音不是一，啊，伊一来滴了，一后边啊加一个 A 来，就变 D 呀，不是 D 啊，不是 D 啊，哦，是 D 呀 ，D 呀，啊 ，D 呀，伊原在有一个一的结构音造出来，哦，有一个一的结构音造出来，好。啊，过来一个咧，过来个讲一个咧，鱼，鱼，吼，鱼，鱼，伊个结束音原来是一，原来是一，
啊，伊来加一个鸭类哈，原来是鱼呀、啊，好、啊，我来会到这里记住。阿姑、啊，你有买鱼无？不会算，你有买鱼呀、啊、无？会算安尼讲。你有买鱼？不是，那句话不是你讲，什么时准备讲，安做什么讲，是你讲加四公里来加一个鸭落去。哦。哦。哎、哦，加一个鸭落去的时候，你不是鱼鸭、啊。不是鱼鸭、啊嗯，是鱼呀、啊，是鱼呀、啊，好、啊啊，是鱼呀、啊，好、啊，啊，过来，第三个呢，第三个呢是翼，啊，咱那这翼，嗯，翼头啊，哦，翼，翼本来就是翼了哈，翼的结束音就是翼哈、嗯，啊，翼，那后边来加一个啊，啊，就翼呀，嗯，啊，也变翼呀，我来个加一个翼，也这个结头就造出来，嗯，哦，这是这个规则。啊，这是规则。啊，直接赶快，好、哦，这猪啊咯，鱼啊，啊，鱼啊，好、哦，这那要叫海里转，阿别个加一个这个仔呀、啊，哦，这个啊，啊，可能是啊，我都猜出来，好、哦，啊，我都猜出来。啊，过来嘞，哈、哦，只单语的最后迄个声，迄个音，那是哦。哦，嗯，就是讲接字，稍微一哦，一 A， 一 R 的对了哈、哦嗯，啊，哦，伊也变做哇，也变做哇，哇，哇，哦，哇嗯、哦，我对你来讲了哈，嗯，那这个好，即嘛七个啊，七个哦啊，嗯，等等起了，大出了哈，等大出，哦啊，哦，哦啊，哦。哦，后边来加一个啊，是，不是哦啊，不是哦啊，是哦啊，哦啊，哦啊，好，嘿，找一个乌，找一个乌，诶，几多又出来，找一个乌，几多就是哦哦啊，哦啊，啊哦啊，哦，人迄个中文无少的，中文是鱼头的鱼头，安怎？中文是无这款规则造出来，哦。啊，过来第二个呢，小路啊，小路，小条路啊，小条路，哦，路啊，路啊，变路啊，啊，小路啊，小路啊，啊，一个有一个 U 的结构音造出来 ，U 的结构音造出来，好，啊，草坡啊。啊，草坡，嗯，哦，草坡，草坡啊，较细，草坡啊，啊，草坡啊，啊，草坡啊，原来是有一个乌，会继续变造出来，哦，啊，过来吼，有第四行，第四个，第四，就是个伊迄个单语啊后壁，嗯，结束音那是母音，吼，伊个母音那乌。好、哦，咱讲到讲是这个乌了哈，后即嘛讲乌哈，那是乌的时阵，乌的时阵后边后啊，该结合变成一个新单语的时阵，这个乌原来会变作哇哇，赶快个乌，赶快就变作哇哈，好、哦，咱记住你来讲高高啊高，好高高啊，迄后边结束又就是乌。高啊，乌啊乌，后边那加这个啊，好、哦嗯、加这个啊，啊变成高啊，对哈、嗯？高啊，就变高啊，好、哦，是高啊，不是高啊，不是高啊，啊高啊，哇哇高啊，高啊，下边这个乌，而且个多音造出来，好、嗯哦，这是几个变化的对了哈、哦嗯？啊，过来好、哦、高啊啦，球啊。啊，树啊，啊，树啊，叶，嗯，树啊，叶，嗯，树啊，叶，就是讲，伊只后边这个啊，我来变哇，好、哦，来、嗯、变哇，嗯，哦，啊，过来，高啊，高啊，高。高啊，最高啊！哦，最高啊！嘿嘿，最高啊！嘿，啊，最高，最高啊！最高，最高啊！啊，伊后边这个啊，我就变最高啊，不是最高啊，不是最高啊，最高啊，啊是最高啊！哇哇，好，
啊，过来第五个，第五个变化就是讲，那第一是鹅啊哈，鹅，第一鹅后面，哦，鸭，第一鹅后面的鸭，那结合变一个新单叶新哦，这我那会变做这个鸭哦，我那变做哇。哇我那边就哇好但是这里就说大概五啊好五五好五啊我不要这里啊加入去变五啊不是五啊不是五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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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五啊五啊啊五刀啊，刀啊，啊，刀啊，刀啊，嘛是一个叫做叫啥？哦，这是咱台语的这个音韵的变的头一个。现在要讲台语这个变，所以感觉怪怪，真出奇。其实吼，你英文这侪，英文足侪啊。英文嘛，对啊，都是安尼变，哦哦。啊，过来吼。等咱就是即马，咱按照咱特别提这话出来讲咧，就是讲，当你要教囡仔，哦，你要教囡仔的时阵吼，要教伊这安怎写的时阵吼，哦，你若单独干讲。用汉字要安怎来刻刻？啊，比如讲刀啊，啊刀啊，你个写刀啊，刀汉字是字，它是刀，而且它是啊，啊刀啊，对，刀啊，啊个台湾话，哦，个台语的这个跟我习惯的无相关，嗯，好，啊，这时候需要考虑一下哈，好，囡仔要学的时候，有法度啊直接安尼刀啊，安尼啊。让孩子在无形中让他自动转过来，这个符号。你若叫他念那个字，他就说注重在那个尾音在那里，对对对，所以多啊，这样。所以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点。再来第二个变化，第二个变化，这个就是这个尾音后面，无一个单语同后壁迄音，吼，啊个后壁啦加一个母音入去吼，变化安怎变？咱拄则讲的是这个六声台语的这个母音，对，吼，就是后壁是 R A E U O O 的这个母音甲 R 结合的时候，它变出来，吼。啊，即摆咱讲台语，毋是干呐安尼啦。台语内底有一个入声，有一个入声。好，台语有一个入声，就是讲有十声，哦，第四声，好，啊，第八声，好，第四声、第八声，有这个十声的变化，好，有这个十声这个变化。哦，啊，恁即摆举一个来讲哈，第一个吼，就是单语后边，单语这后边的入声那是第四声，啊个第八声的不后边那个 A 那个 R 结合的时阵，好哦，譬如讲蛤吧。好，哦，咱有人叫青蛙叫蛤吧，好，叫青蛙叫蛤吧，比如讲蛤，好，蛤吧，蛤，啊后边蛤啊结合的时候，好，你用汉语写，那就读个蛤啊，啊蛤啊，啊蛤啊是什么呢？在等于那两行啊结合起来是吼，蛤吧，是蛤吧，蛤吧，蛤吧。蛤吧，我系个真标准。哎，蛤吧，好，蛤吧，好，伊，这个后边这个蛤，这个合音嘛，甲 A 结合起，要变蛤吧，好，蛤吧。啊，过来第二个就是讲，蛤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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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粒生粒吧，啊，生粒吧，哈，生粒吧，啊，啊，过来哦，咱台语有一句哈，有一句，譬如讲哈巴坦，哈巴坦你听有无？听无。哈巴坦，哈巴坦就一块银本赚一块。哦，哈巴坦就是迄啰加倍赚啦。啊，对对对，哈巴坦加倍啦，加倍咧赚啦，那哈巴坦，哈巴坦就是。啊，迄客话啊，我想奇怪，这着阮客话哪会提来这台语的？台语嘛是安尼讲，台语安尼讲。客话就是，哎，加倍赚就是讲，佮比讲我两块的本钱啊，我卖人四块，讲这。对，哈巴坦。哎，哈巴坦。哎，哈巴坦。好，哈巴坦不是哈巴坦。嘿，哈巴坦。是哈巴坦，迄后边哈个啊。叫来变巴，好，哈巴坦，好，啊，过来，好，过来，伊就有一个，啊，第二个，头个是迄个，不 ，P 呀 ，P 的立虾 ，PDK 就咱咧立虾咧讲，报道讲 PDK 嘛，哈 ，PDK 那个 P 的立虾的时阵，大意是变巴，变巴，啊，即摆是，哦，即摆第二个是。立虾啦 ，P D K 的 P 的对啦，这不是讲 P 啦哈。嗯嗯。P 后边来接的这来是接 A 的。嗯。A 啊，这 A P 接 A 接 A 的时阵对不？哦，这个头啊先是转做八龙哈 ，B 八哈，哎，那变 A 的时阵哈，也变做 B 好哦。但转了只只讲，十个，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唔是十个，唔是十个哦，十个你是安尼写，就是咱一般讲十个，也变个哦，十个哦。啊，过来讲，十个，这是十个。接袂，接袂你听。接袂有啊，我物件欠过啊，你接袂。唔是，啊无啥。接袂吼，接袂较少用啊。接袂就是我想讲，我这个灵应，灵应接，灵应接来啊，头啊接来啊，啊接头啊接来啊，头啊接你啊，这就接袂，头接你啦，头接你啦，接袂，这是接袂，这是接袂，对了对了，接袂，吼，这不是接袂，是接袂。嗯，这是接的，红哥来啦，啊，变白，吼，接的，吼，一接的，啊，过来，接的啦，啊，咱两个啊，夹的，夹的，啊，夹的，咱两个小夹的啦，哈，咱公鸡啦，哈，咱小夹的，嗯，这白，这个 A 和头前，咱讲小夹的，啊，因咧中路夹的，拢讲三夹的，嗯，我三夹的，小夹的，哈，嗯。小甲的，甲三甲的，我嘛讲三甲的啦，我嘛讲三甲的。好，啊，过来点吼，啊，那地址 T 哈 ，PTK T 哈，地址 T 哈，地址 T 后边的 R， 地址 T 后边 R， 会变辣，辣，变辣，好。变辣哦，哦，即讲擦擦辣，擦辣，唔是擦辣哦，擦辣擦辣变辣，做擦辣啊，迄个啊变。哎，我跟他讲得真标准哦。哎，擦辣。你学到这里，啊，不过紧张。哦，擦辣。啊，过来吼。嗯。诶，吉拉。吉拉。吉拉鱼，吉拉鱼。啊，吉拉鱼，吉拉。吉拉。吉拉，嗯，啊，上海就是巴拉，嗯，那巴拉，巴拉，哎，巴拉，啊，所以巴拉不跟一些巴罗吧，哎，巴拉，巴罗吧，啊，什么这个问题就来啊，嗯，这个问题就来啊，嗯，哦，这个问题就讲，我擦拉，啊，你写擦啊，擦啊，哈，一个绝仔啊，哈，绝仔，擦啊，绝仔啊，擦啊，啊，叫伊那擦擦拉，嗯，啊，别黑的。啊，个就食得辣，哦，这是问题。要好迄啰，完全用华语发音的迄款的囡仔来学这个，用看字面哦，绝对学袂好。诶，啊，首先你那个写作讲叫做，白辣，啊，一个写作
八八仔的安尼吼，八啊，别讲这种反应了了，别这种反应了，你口语你无多写出来，对对，哦，你也是爱个八，无八啦吼，像你北京伊嘛是叫做八乐，八乐就是反应，就是把这个台语这个辣，哦，音写出来，啊，啊，过来一个这个问题是吼，加这个讲这个 PDK 这个 T。刷尾音啦 ，T 后边啦接 A， 接 A 来，吼、哦、接 A， 来是呢，这个主要是变 lam 吼，那即摆变 le， 变 le， 吼变 le， 像讲一、一、一个，一个，一个是一 le， 一 le， 唔是一 a， 一 a 讲袂出来。一个人哦。一个是一个人，啊，一个人不是一个人，哎，是一个人，一个人，一个哈，一个人哈。就是讲一个，一，一个，一个，你一个人，一个人啊，一个，一个，那个，这个，那个，这个，一个，一个，啊，一个。啊，不，那个鞋啊，鞋，那个那个，一个人，鞋，变当讲你一个人，吼，啊，滴滴滴，啊，滴滴，啊，掉滴，掉滴，的人，掉滴的人，掉滴的人，你我讲了做标准，掉滴的人，掉滴的人，吼，掉滴的人，吼，吼，这是这我觉得进去的变化，好。啊，过来哦，第三项，第三项 ，PDK，PDK， 第一 K 后边，第一 K 后边 R， 第一 K 后边 R 变做啥？变做，变做嘎，嘎，变做嘎，嘎，迄个 R 啊，啥做嘎？这个跌，猪猪啊，跌啊，跌啊，跌，跌啊，跌啊，系啊，跌啊。得个不是得啊哦，得啊哦，得个哦，得个，得个，得个，好。规矩我来跟你学台语。哦，得个，哦，啊，过来好就读拼音好。哎，阿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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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阿多啊，还是阿多噶？阿多噶，好，迄个牙较轻啦。对对对，阿多噶，那个那个鹿，鹿，鹿啊，鹿啊，鹿啊，嘿，鹿啊，鹿啊，不是鹿啊，哎呀，鹿啊，啊，鹿啊，哦，哎，伊都已经念到底啦，迄啊已经轻声，对，鹿啊，鹿啊，哦，啊，过来吼，讲这个 PDK 这个 K， 好，后边都是都是伊后边有一个 A 噶。而且 R 加 A 的变化，即起码讲这个 A 后边那是那是 A 哈，后边那是 A， 好，这个 A 我来变做 G， 变成变 G， 啊叫变 G， 要变 G， 哦，变个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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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六个人，不是六个，六个人，好，再过来。美国的，有时发生真大的困难，有时发生真大的困难，好，像讲这个，这落啊，好落啊，好落啊，讲不出来，讲较紧来变落啊，可能来用汉语来表达，可能无法度表达，但是这有时有这个变声安尼时候，你若初步要教囡仔讲台语的时候。直接用汉语来教学吼，
恐惊会有问题。是啊，这是咱需要思考的一个点。爱过下真侪功夫啦。咱普通时人安尼在讲，拢无感觉讲迄落。你若讲用文字啊，搁落去解说，互人听，搁叫人安尼一句一句安尼时阵，啊，这就艰苦啊啦。参与讲我安尼在讲，唔就足简单嘞。啊，你若讲叫我讲啊，咱来教小朋友讲哦，写这个字啊，改认做讲安尼啊，迄唔是遐尼简单嘅代志啦。我就感觉讲，咱台语若改拆开了后，分作你讲迄啰母声啊，啊个迄啰入声吼，母音甲主音安尼，你落安尼分开去哦，就敢若这学问介深，啊，唔是遐尼。无啦，这款所有的语言，大家都有这款这样简单的问题。因为你的这个发音，诶，这个器官的运作、运行会变安尼。你其实是真主人的变，真主人变安尼。只是讲北京语中文啊，现在诶国文对啦，中文的时候，伊是用迄个一字你去组织起来。所以伊无即款变化，但是伊来用拼音文字个那变化，啊伊都唔是用拼音文字，伊用即个汉语即相应文字来咧表达，所以你古为甚伊即个变化都无去，都无去了对啦。好，比如简单讲，我叫做吴国安，但是我实在我刚才耳个听讲你叫我什么，我就知影讲你是我，你是我的朋友，唔是用台湾来叫，用台湾来叫。那叫我国安的人，叫我国安的人，我才讲迄个人不是我的熟识人。我的熟识人一直叫我国安。不是国安，是国安。国安，安尼来的。好，这是足自然的口语音。口语音是用变化。对。哎，咱即马，和老师休困一下哈，等下咱个倒转来。